刚下来的大樱桃，又黄又大。差点意思。今天我们加工一下。好吃又顶饱，那不就伸手就来？我靠，这年轻人，给他泡个热水澡，好好的把它洗干净，做个全身手上马上洗，来个推背，那个推油。里面全是脆骨。这个咬不动，给老板拿回去。最后大象，老板买个鱼，是不是有病？买个鱼头。今天我要把这鱼头上的骨头全部吃掉。他的名字叫咸男友。老板来只鸡。这哪能买鸡呢？来个鸡子，哎，那是鸽子。烤一遍可以先给老板带回去。不能吃，没事，我会吃，都给你，谢谢啊！今天做个好东西，今天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道美味。家里有冰箱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冷藏一下。果冻自己做的就是好吃。哎，老板。啊、这年轻人，我的生活水平都这么高吗？这个给他太浪费了。这个是个好东西。吃了香。哎，老板，这给你，不够吃，多拿点。这是好的。还是不够，下次再拿点。今天做个麻辣味的土特。烤得太狠了。行。老板，这爪子这么大。来一个，一块钱能买个啥？有可以加一块，这两块钱也买不下呀。剩下我下回。下回。
这个比我脚还大。这皮难为给老板做什么皮鞋？Are you okay?爪子越大越好吃。今天带大家尝一下我们北方的土特产。这可是我祖传的手艺。小龙虾客户人，这最近老下雨，蜗牛都跑出来了。这样吃才有营养。最后大象是你们肯定不知道这是啥。我小金松绑大我也曾经养过狗鸭，它的名字叫咸南油。比在火锅店吃都过瘾。我这公交车上呢，马上就到了。玫瑰做好三分钟，凝固八分钟，正好。画画的北北，哎，姐夫，这就是我的冰糖玫瑰，看着还不错嘛。嗯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不要了吧？这鱼翅，鱼翅没人要。这鱼翅可是好东西。这个没人要，下次再拿点。哎，老板，你家还有下水管了？你家里有下水管了？那你不要了？哎，这个还真和下水管一样。头发，还是下水管好吃。哎，老板，哟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帮你弄，我帮你弄。你弄啊，我弄。好好弄啊，走。要想吃得好，还得靠自己。哎，老板，你这还有刺猬了？哎，我这牛粪。嗯，那我烤烤。我听说海南的孩子都这么吃的，里面的东西不要。龙虾我只吃黄，不吃肉。嗯，边玩边吃，味道更香了。比刺猬好吃。
今天我要做个糖吃，走。回去做做的糖给你吃。这个得用力啊，把这个汁倒出来。走。挤出来的全是精油。这个要把糖分给它熬出来。麦芽糖太甜了。来吧，展示。520送他一朵巧克力玫瑰。虽然他送的我玫瑰花，但昨晚我真的没睡他。哎，是谁？哎，这是好东西啊。老板不错，下次再去。